这一天，孩子们放学了，妈妈正在做家事，妈妈非常的辛苦，而她的孩子却一直在旁边玩耍打闹，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，都不会帮忙分担家事。哎呀，孩子们，哎呀，孩子们，你们怎么不做家事呢？可是妈妈已经才开始个月生下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帮她分担一点家事呢？她要不要生我们就好了。不对啊，她把我们生下来就是因为要在这个世上玩耍呀。之后妈妈走向他们面前说：“妹妹啊，你这样说妈妈会很伤心耶。妈妈把你生下来就是要对你们负责啊。有时候虽然很累，但也需要你们多多体谅，知道吗？”懂了，妈妈辛苦了，我们一起去做家事吧。好，要走之前，我们先带来一首感谢妈妈的歌。妈妈，发现你就在我身旁。